上个章节我们是这个可能会是女主角的人啊，这个被老虎抓伤了，然后我们需要去救她一下子吧。这是什么东西啊？开启奖励储藏区，这是什么东西？工具、刺弹、血骨、棍棒。好多东西啊，都是以后大家收集的东西吗？这时候一开始我们收集的一些素材，肉、说明，这来回转移用的吗？那这个呢？休息就回血用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找这个绿叶吧，因为也是任务进度需要，我们就找一下子。只能一开始用肉回复两格生命，然后其他东西呢？没有了吗？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木棒和弓箭哦，是这样子。我们先血骨木棒。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制作，啊，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现场制作一些东西啊，但弓我们好像不能做，弓箭也能做，但是弓可以点火，好吧，都可以点火。我们主要先拿弓吧，弓可能比较常用一点啊。我们在路上顺道再收集一点其他的什么新的素材，不过现在我没看到任何东西，先前进一段吧。老鼠，好像没有任何可收集的东西。到下面倒是有不少，从那边可以爬下去。不过还是先顺着上面走吧，因为任务目标是在，哎，好像在下面，好吧，我就沿路先走走看吧。发现小动物。是鹿吗？这叫声也很诡异啊。然后是羚羊。怎么突然不动了？什么情况啊？是死了吗？好吧。我们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收集的东西，这好像还是芦苇吧。血迹，OK，还是山羊，没什么差。山羊皮、兽皮，我现在不知道我们现在大概需要蓝叶，这是绿叶的另外一种东西吗？我们只能打一些这种食草动物。前面好像还有个什么东西，我们看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比较好的东西用用。内脏袋、野猪皮、血骨、野狗皮，好像都没有哎。我们还是先移动吧。哎，鸟都可以打吗？这么神？那是个什么东西啊？那是个人吗？我操！我应
该下手吗？两件解决啊，虽然我是先下手，呵呵，他们好像发了一阵 dead，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我现在还是八支箭，我看能不能一击秒杀他，感觉有点风险的样子。死啦，爆头，哎，他扭得这么疯狂竟然还爆头，什么情况？搜身兽皮扭一下什么东西。 Hello 能把装备拔走吗？增加点防御。我操，头都没了，哎呦好恶心啊。我觉得可能这视频上传之后要限制一下这个年龄级别，到时候看YouTube 是不是上 YouTube 是不是会根据我这个标题或游戏分类进行一下强制性的处理，那就不知道了。我们先收集点我们要的素材吧。绿叶，我们可以收集。哇，野狗啊，操！感觉我还是拿近战武器好一点啊。好危险啊！但不知道这游戏有没有这个暗杀属性。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在前面？压压什么呀你？我觉得你要死了。呀呀！那些爆头，爆头好啊！真是，都是各种秒啊，没有痛苦呀。虽然它不是枪了。哦 ，shit！ 这么都是一箭秒啊，这没爆头你也一箭秒，什么情况？好诡异 ！What the fuck？What the fuck？ 不愧是食人总兵。红叶，搜索碎石啊，没了，下面是骨头吗？好吧，感觉好像也没什么手红包剑模子。把、啊、我的剑还给我啊，还给我啊！好，哦、啊，剑是满的，不好意思，都是满的，那就无所谓了吧，感觉。和前代也没有什么差别吧，虽然说仍然是路上存在点危险，但并不是那么危险，估计可能还是现在还属于这种新手状态啊，没什么差。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看样子传说雨花石，这叫雨花石，我读书少不要骗我，传说雨花石，这是个营地吗？没必要点燃吗？吃鹿，鹿就不要，我不要鹿的了，鹿有点多。这什么啊？这是什么气味吗？
我这一拿阴影啊，我这阴狗鼻啊，你这阴影啊，连气体都清了，就是你妈，我看她很厉害的样子。稀有白鹿皮，好吧，乖。你看像这种不稀有的，你看什么都没有啊，其他别人都不知道。靠，果然稀有了，还是你厉害。鹿皮好像有什么东西，虽然说是好像有什么，但是我什么都没看到。先回到近战吧，感觉好像上面有人，但我这边不上去，好像也啊，那边是可以上去。但也没有看到人，不明白啊，我们先撤吧。因为我现在身上装满了，就算杀了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也捡不到什么比较有用的东西，说到底就是。看一下子，里面有一个，两个，还不少呢，挺多。不管你们，直接走人了，怎么忙的呢？那其实这个游戏我觉得不是很喜欢，就是说这种路上随机性比较高了，有时候就是说想跑路老是会被什么东西发现啊，这样那样的，比较讨厌。塞了，在干嘛呢？地王那一，哎，这是吃的不是外敷的吗？沙加塔尼查奥塔，这不是外伤吗？Hello， 丹尼，你止痛药，我靠，估计应该就是止痛这系列的。哦，好吧，还是外敷的。还是外敷啊，我靠。一巴掌拍上去算了，一点点。嗯，好歹包扎下嘛。嗯，果然还是包扎一下，措施还挺完善的哦。但一片树叶就 OK 了。路哈呀，乌鲁斯瓜巴掌。Al-Hubayatar. Wool. Hers. Udam. Salwa Tija. Bu'anna. Winja Waida. Tuhai Padas Shwan. 开始要组建我们这个基地了，要开始建设我们的基地喽。但问题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干什么呀，也是给任务。休息，我们也不需要休息。深层伤口已完成。许得此篝火在哪边？这个吗？简单，容易，经验值低，人口数。啊，低经验值人口数，特殊科数旅行重生点，储藏区设计路径，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好像会很远的样子。要不要我们先去收集点这些东西吗？嗯，我要先打这个任务做完吧，然后我再去把这些东西给收集一下，因为收集的话可能会比较繁琐啊，看能不能做点什么其他东西啊，好像也没什么可做的。
长矛哦，可以做长矛。这样的话，我就先决定这个，把这个主线任务先解一下，然后这个副的任务就先，为什么给我指引回来了？我就先之哦，就我之后再做吧，因为可能会。之后我再慢慢就是处理一下这些支线任务，因为会比较浪费时间了。大家喜欢看主线比较好点，看这个支线是有点累，然后也比较蛋疼了。我们就直奔这个主线任务去吧。这上面好像有，上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吓我一跳。我们先上去看一下吧，这个比较近啊，就在这旁边。好像不让我们上去。哇，不要吓我！这是什么东西吗？这个吗？这就是骨头而已嘛。好吧，浪费时间啦，浪费我一支箭啦，直接先走路吧，顺道再收集一点这个素材。我在想这个把背包升级一下，然后我们直接去上面那个点，先把这个点占了，然后我们来结束这一集，这样可以快一点。然后因为这个游戏也是鹰眼常驻啊，然后一直得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危险，得先行解决掉，如果被发现的话我感觉会比较麻烦了。也没有发现一些比较危险的生物，估计刚才那个红点啊，应该可能是这个，哇，可能是那个野兽啊，比较危险的东西，或者是其他什么。这边有一个入口，是干嘛的？打碎它。就没了，有点坑的感觉。我们就从这边直接上去，因为我觉得那也是个高地吧。然后这边会有野狗，未知地点。我应该现在需要的升级物件应该是野猪皮和野狗皮，我们顺道猎杀点野狗升级一下箭袋也是可以的。这感觉好像小计划还定的挺不错。好像有人附近，这是自己人啊。先杀了一个，然后第二个在哪？完成了，我就射死一个人而已。你好，你好，我操，这两支箭有点可怕。搜身啊，这就没了吗？
这自己人吗？坐身。碎石。绿叶。坐身。装满。这好像在路上碰到的，不算是。不算是这种主线任务，只是在路上碰到的失散的族人而已啊。嗯，什么东西？还是弩？然后我们要偷袭上山。篝火是一种大型的信号物，夺取之后就能标出你的领土。解决附近敌人，再点燃篝火，你就能为他为部族夺取它。嗯，意思就是把人杀光之后点燃篝火，有点像刺客教条那种夺取据点一样，也是把人这个也不是杀光人了，就是要杀到那个领土。没发现位置，有人吗？Hello， 有人吗？没人啊，靠，好吧。我们要怎么点啊？拿锤子，然后哇，那音，然后点火。鹰眼视觉啊，篝火也读取1-16，400点经验，人口增加，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旅行了。这个呢是储存箱，然后能把火灭了，灭火，能再点吗？能再点。然后这就是一休息的地方了，然后这好像有小箱子。话说箱子我怎么储存东西呢？动物脂肪我得放一点，背包满了。我不能放进去，我不能放进去，我只能放在身上，好吧。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有用的东西嘛。就先这样吧，我这边好像有一个收集物、啊、在哪下面吗？哦，在这儿，北沙漠。那这样我们这集暂时先做到这边吧，因为后面可能会支线比较多，我得先把支线稍微解一下子，因为要不然的话一直做的话可能会后面做这个装备也会跟不上的话会比较麻烦，打起来会比较累，这样会浪费很多时间。我们就先到这边吧，大家拜拜。